哎，菜来了！哎呦，这大茄子嘿，哎呦，我不太敢相信，这是你做的，我没太想过这辈子能吃你做的饭。哇！但这个茄子吧，虽然说是耗油，这个确实烧的油稍微有点大啊，这不是稍微有点大，这可以啊，但是肯定香，你知道吗？咋了？这个菜下回再咸点，咸一点，这个。 这个菜下回油少点，油少点。就是鼓励归鼓励，但是还要给你提出再进一步。他们小孩不会说话，我觉得这两个菜都特别好。行，巧不错，主厨。张船长变成张主厨。哎，被张主厨。哇，还是让我惊艳了一下。我说这辈子能吃到你做的饭，真的是，我对你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期望的，你知道。味道还可以吗？可以，真的不错。哎呀，太好了。